好，开始。来，我们首先第一个椅子的话，出现自动向后倒的情况下来，把这个椅子步骤松开，把松开，哎，这个位置给它松开，松开以后，给它这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退好以后呢，给它收紧。这边给它收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个步骤。如果出现呢，知道不能倒，就是不能放倒的情况下呢，你就把它松开一只，就给它松开，松开这位就可以了。松开前面，松开前面以后，向前移动，向前移，一直移到合适的位置，移两圈，大致两圈，不会超过三圈来着，就可以了。这椅子把它收紧。看看自己，也 OK。大家 OK。我们先去可能这个就行，先去那个角落。看得见吧？看得见。